在墨将眼中，公主您金枝玉叶，天真浪漫，无人能及。公主，这是干什么？本宫想通了，那个顾云深既然能找狐狸精，本宫也要找小白脸。 本宫进宫去。去干嘛？殿上。父皇，我要退婚。此婚的圣旨朕都下了。永宁啊，你前几天天天缠着朕，非要嫁给顾将军，现在怎么闹着要退婚啊？您不知道顾云深他对我……公主。 父皇，我要嫁给他。嫁给他？他是什么人？陛下，卑职乃顾将军麾下副将，周显。荒谬！婚姻岂是儿戏？区区一个副将，怎能配得上永宁？我说配得上就配得上。来人啊，给我拖出去！父皇，你要斩了他，就先斩了我。你，公主。 卑职出身低微，从未妄想过迎娶公主。闭嘴！我就问你一句，我亲你那一口，甜不甜？甜，甜的我宁愿掉脑袋。公主，您别哭啊，公主。 好了好了，朕也没有非要斩了他，发配到边疆吧。父皇让他去边疆，我就跟他一块儿去。永宁不要胡闹。我就胡闹，反正你也见不到我，等我去边疆以后，你正好落个清净。这儿女啊，就是讨债的鬼。罢了，你过来让朕好好看看。